武当一剑，它融合了很多人物，很多的派别，包括昆仑派、猛峨眉派啊，还有上林派这块，包括我们还有京城的像这大内高手，很多派别，所以它的它要展示的话，它篇幅就很大。武当这块呢，我们一个是太极，一个是太极剑。那么它的精髓呢，我觉得就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嘛，围绕着这个主题，我们有很多这个舞蹈的演员参与，我们就尽可能发挥它的特长，就把美的东西再后结合上我们中国文化这个功夫这一部分，然后把它设计到里面表现出来，这是我设计的一个理念。我们这个戏呢主要是以正身为主，所以在选择演员上呢，我们就找一些动作性，包括他有基础的这样一个有功夫的人，我们来参演。那么他打出来的话，会展示出他的自己的这种性格和风采。我8岁就开始去少年时了，今年24岁。我是从5岁练了武术，一练就是20几年。全国锦标赛，我的双刀是第3名。全国武术馆校呢，刀术、棍术、长拳全都是冠军。我是取得过11次中国大力士的冠军，是2012年在烟台机场自己拉动32吨的飞机，拉动了20米。啊，综合搏击 MMA 也是一直打到现在没有输过。武术和舞蹈都一样，都有基本功，比如说翻跟头呀，比如说踢腿啊、跳转翻，这些都是基本功。艺术是相通的，首先一是节奏，二呼吸，三走位。第3个就很重要，他自己做，我就尽量展示和挖掘他自己本身的潜力，让他能尽量发挥，发挥出来的话，我们能给观众呈现的一个功夫的展示啊，更准确一些。一直跟导演说，导演给我加威亚，我要吊威亚，每次一说，哎，西门也吊威亚，我就好，来，我特别特别喜欢吊威亚。然后成导给我设计的动作是一个，他跃起来之后，这个人头冲下，然后把那个剑从上往下这样直冲刺下来，然后这个动作我觉得超帅，我当时跟导演一商量，我说好，我说就要这个太帅了。帅嘛，其实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就是我们有点功底会倒立的人都知道，在倒立的时候人通常是这样把头给扬起来，这样不至于让你那么快出去。但是我一扬头，导演说机位不对了，你不能这样扬头，你还是得这样下来，然后这样看。瞬间觉得整个人的血液全都灌到大脑里，我下来之后，我就觉得我的脑袋瞬间变成这么大，唰出来，别人啪直接打嘴上，好疼啊，真的。然后甩完之后好疼，还得摆住。其实我估计嘴巴当时瞬间都已经肿起来了。我不但打到自己，我还打对手。有一次把蓝水灵的脸，水灵当时就肿起来了，就是脸都肿起来了。好意思，有两戏导演说，就是可能用威亚的话，它速度会慢，就是显示不出我像一个猴子一样特别灵敏，身手敏捷，所以就问我蹦床格。我是练体育出身的，其实我对这种不是特别害怕。我说那你来呗，啊，第一次一试就不知道弹到哪里去了，就直接趴在树丛里。其实还挺危险，然后努力适应了几次之后，哎，拍出的效果确实是比吊威亚那小孩好很多。我力所能及的，我一定自己做。像那天我从马上摔下来，有轻微脑震荡，当时的情况下我是晕的，我连助理的名字都叫不出来。但是过没多久，我看了替身去代替我去完成这场戏，我觉得我过不去，所以我休息了一下，我就跟现场的副导演说，我还是自己来。你要过得了人，过得了自己，我觉得对演员自己还是要自我要求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不起观众。我自己是有发言权，你比如说对他这个爱还是恨，还是想帮助他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出手的时候，那个状态，那个神情，你踢他的时候，比如说用几分力，自己是很知道的。带着自己的人物性格，包括你自己的表演在里面，会更好的把这个人物塑造好。替身的话，他们只会完成我完成一个很标准的动作。我们是跟着这个人物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不会打哪能成大侠啊，而且你打的那种气概啊，会增加你个人的自信和个人的这个侠气风范。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你自己演戏，我看回放不一样的。你打戏其实刚开始打得很软，不行，慢慢慢慢你身体力度硬了，哎，似乎你精气神它也是硬了，所以要自己打。
哪怕我没有替身打得好看，但是是我是柴碧云打出来的，无论观众能不能看到我真人这一方面以外，对于我个人而言，它是我一个对我身体的一个记录。七岁开始练，练了整整8年，到了这个年龄50来岁了，还是有点根基啊，所以说呢，有的时候呢，能够自己动的，跟导演要求自己来完成。我今年81岁了，还能武打，对我来说自己也很欣慰的。我觉得我打不了了，但是到这个剧组之后，导演要求我做的一些动作，我很欣慰，我还能够打一打。以后恐怕挺困难了，年龄到了，这个八十多岁的人武打，以武术作为基础，然后展示它的力度，要有力度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展示它的美，来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或者是一种新的视角吧。我们也想在这块尽可能努力做到我们自己的风格，这样让大家能观赏起来更有冲击力啊，更有美感。武当一剑。